打印预览正常，打印不正常怎么解决？今天一个同事来找我，他说预览是正常的，但是打印出来的总是后面少一节，你看这打印出来的是后面少了一节，不完整，但是这个预览又是正常的。他说叫了办公室的同事都看了，都没有搞定，所以找到我。我这边一看的话呢，就发现他的问题所在了，这个是大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个纸张的设置。你看它这个是 LEGA 纸张啊，正常的话这种一般是 A4 的纸张，所以说我们把它改成 A4 然后再打印，这样的话就正常了。我们打印一个看一下，现在就是一整页正常的了。如果我们用 Office 去打印呢，也是一样，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选择纸张，所以说我们打印的时候呢要确认一下这个纸张对不对，如果纸张不对，打印出来的肯定就会有问题了。或者说我们在做表格的地方，我们就在这个纸张的大小里面把它设置为 A4 纸张，这样的话呢就打印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错了。